好，这里是国际服，然后今天国际服这边出了一个这边的新活动。周一有一些特殊的礼物，还有周三、周日、周六。周三是这个 Gap Chapter Day， 然后他送这两种礼箱子。周一是美容日，就送这两个。周六是强化日，他送一个剪刀，还有这个还原器。Can I put you down on my sheet for defeating?500 million monsters， 也就是说你要去打500只怪，然后你每天可以打做3次啊，现在才要求200。啊，他送了这么多个，豪猪是哇，机器人还有什么蓝刀，他送了这个椅子，最后一次了。又是机器人。